BigBang 队长 GD 日前受邀前往美国出席活动，现身机场时穿上绿色毛呢外套，搭配毛帽和墨镜，但有眼尖网友发现 GD 疑似发福，整体圆润不少，甚至还被拍到露出微微的尾鱼肚。另外引人注意的是， GD 从下车开始先是抓起头发，接着伸懒腰，进到机场后又重复戴上毛帽，接着又把毛帽拿下，还频频抓头发，而他走路快速又有些跳跃，感觉就像是在跳舞一样。画面瞬间在网上引起讨论，网友纷纷留言 GD 到底在忙什么，感觉像是爱动的小孩，小动作好多。不过粉丝看了纷纷笑翻直呼， GD 本来就是这种风格，扭来扭去好可爱，太帅了，只有 GD 能超越 GD 啊。